哇，是河堤啦！是河堤，你也是河堤上芒果钱的哈。搞钱，你看，前面这个枫叶，一千多块，去搞钱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你去哪去了？哦，我去那个曹禺大剧院的。呀，那边门都较劲，差车。你看，像我们这河堤很多啊，差点把车都没收到。你不是无能科啦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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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要是有较劲把我拦到的。 你就不能说是乘客，你就说你是我的老婆。行。OK， 嘿。同志你好，请出示一下您的驾照。啊，好。 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跑河堤的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从来没跑过河堤，我们这是私家用车。那个副驾驶的是哪里乘客？不是的啊，我们三个老婆。嗯。哎，老公，这刚好我没得几步就到了，我去了这个下呀。啊好。我买菜也可以给钱我。啊？给钱我买菜呀。 哦，给五百。五百？五百买什么？才这什么条件？你还骑五百块钱车？今天骑大车，俺还说了要骑大闸蟹。骑什么大闸蟹？见过菩萨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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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。先走了。哎，骑大闸蟹。 外面好冷呐，衣服给我披哈。衣服啊，衣服不披，衣服披什么？不披衣服。你老婆冷吗？你不把衣服给她穿、啊。哎呀，见笑了呢。哎，我老公，啊，我手机没带耶。啊？你他不好联系我。送联系啊，同志啊，我跟他谈不算了。我确实是一个跑河堤的，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客户。 好像要我万把块钱的手机，车给他开过去算了。下车，慢走，拿来。我情愿把车给他开口，也不愿意把这个衣裳给你。你不要我嚣张。 下个路过你还想敢像你搞的话，我要报警抓你了！看我这个车，挣2000块钱，我这个手机，万把块，给我2万听的啊！啊，还有2000块钱。